彭于晏参加英皇时赛马想对女王说。英国皇家赛马会 Royal Ascot 昨进行第二日赛程，担任官方实际的浪琴表龙根斯邀代言人彭于晏参加他一大会，严格的服装规定，主高礼帽与晨间大礼服搭配浪琴 Record 系列表亮相，自认今天是真正的英国绅士。他还亲眼见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乘马车进场观赛，相当兴奋。英国皇室对 Royal Ascot 活动非常热衷，因女王连二日都到场看赛马，让彭于晏好奇女王是否有内线消息，知道拿匹马和骑士是夺冠大热门。他想长期赞助马术活动的浪琴喊话，若要拍马术电影，一定要找我演骑士。